死者五六十岁，不，六七十岁光景，倒卧在血泊之中。死亡时间就是当夜的丑时三刻前后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？因为案发时报案人正好路过案发现场，就听见店主啊的一声惨叫，看见一个人影往城南方向逃窜。报案人呢进店一看，人死了。那报案人何在呀？哎，那是个胆小鬼，报完案就溜了。那报案人恐怕未必是因为胆小怕事才溜走的吧？何以见得？他要是胆小怕事的话，又怎么会来报案呢？唐某本应该是想到的，气糊涂了，气糊涂了。还有啊，民间一般是用一二三更来表述时间，只有皇家和朝中大臣才用子丑寅卯来计时。那位报案人没说三更之前，而是非常肯定地说案发是在丑时三刻，可见的他一定不是一般的寻常百姓啊。精辟，精辟。凶手用的是何种凶器啊？说起凶器，让人难以置信。谁杀人都会用刀、用枪，或是用……哎呀，你能不能少说些废话？断雁。什么？凶手是用了一方大的端砚砸向了店主的后脑，死者的血和墨迹混在了一起，现场一片狼藉呀！宋体行，大人常说人命大如天，这可是为官在任的座右铭啊！时刻不敢或忘，所以来请提刑官大人。我说唐知县，这儿属于你的管辖区域，你干嘛让宋提刑去断案？还要你这个知县干什么？英国啊！你马上随他去案发现场重新勘验，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是，请吧。啊，名师出高徒，姑娘去也一样。宋提刑，你还有何事啊？精彩，精彩，还是那么精彩。好了，走吧。各位大人，告辞，告辞。大人断案已经到了精辟之处，却让一个小知县给搅了。王大人，这位小知县今天恐怕是歪打正着啊！此话怎讲？不就是一个一般入室盗窃的杀人案？下官以为，这相隔不到一个时辰发生的两桩命案可能有联系，甚至可能是解开本案之谜的一个重要环节。嗯，有道理。去吧。宋司啊，本部堂是朝廷一品大臣，杜大人更是三朝元老，你怀疑我二人谋杀了纪王，简直是闭眼说瞎话。就凭我和杜大人真要谋杀个人，用得着自己动手吗？宋某郑重声明，从头到尾，宋某只是在证实二位在案发前与被害人有过非寻常的接触，而从未说过二位就是谋杀纪王的直接凶手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直接凶手？难道我二人还成了间接凶手不成？哎，那就要看二位昨晚来见纪王的居心何在了。哎呀，宋提刑，宋提刑啊，事到如今，老夫就实话实说了吧。昨天下午，老夫是在检院门口才听到有关纪王消息的。哎，身为三朝的老臣呐，当年和太子殿下也是，不对，是纪王殿下，和纪王殿下那也是非常的
熟悉吧？20年不见，今日一得到消息，就难免勾起了一段旧情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所以呢，我就约了吕大人前往，来做一次礼节性的拜访。他毕竟是当年的太子殿下嘛，前后也就是做了半炷香的功夫，就告辞了。哎呀，没想到后来会发生如此的惨剧呀，的确是叫老夫始料未及的。胡说，什么不到半炷香功夫？你们从子时刚过就进入了赵央的客房，直到寅时才离开啊。老夫一直在窗外给你们数着数呢。杜大人，李大人，二位不止让老夫痛心，更让老夫寒心呐。老夫想不到二位平时在圣上面前表起忠心，那是信誓旦旦呐，可你们怀里却揣着如此一番势利心肠，圣上平日是何等看重二位，圣恩齐天呐，可你们一听说己王重现，就如此迫不及待地前来投靠献媚，二位也算是当朝鸿儒，官居极品了，可要论起人臣忠君之德，却远远比不上一个只有区区五品知府的独臂曹沫，甚至还不如老夫这么个阉人。你住嘴。哎呀，老夫今年都73岁了，咸鱼不论啊，大小也是个三朝老臣吧，怎么不知道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的道理呀？老夫昨天晚上拜访己王，是想规劝己王以江山社稷为重，放弃回朝夺取朝政啊。哎呀，你们都想想，我大宋江山呢，就剩这半壁了，如今是内忧不停，外忧不断呐、这就像那个病入膏肓的人似的了，怎么能经得起皇族的内讧，朝政的动荡，岂不老百姓要遭殃，天下要大乱了吗？啊，阉人，你知道吗？昨夜我吕某人和杜大人，一个红脸一个白脸，对己王氏动之以理，晓之以情啊，好不容易规劝他答应了，从此以后再不用赵央二字，远离皇族，永不摄政。此时此刻能站出来维护朝政的，除了我吕某人和杜大人，更有其谁？可你个阉人，竟出意如屁，臭不可闻，真正是臭死里。凶手，你们才是凶手。昨夜此处，地狱，天堂。姑娘，你看这……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，我会请教你。我知道，我这一生就亏在嘴上了。话碎。现场的所有东西你都动过吗？卑职见识过宋大人是如何勘验现场的，懂得保护好现场出情是何等的重要，所以什么都没敢动。
的确是被这块石砚砸破后脑而亡的。老唐，我好歹跟宋大人办过案，这点小事还是一眼能识破的。烧的绝非是20年前的旧纸，而是新纸。姑娘看出凶手留下什么蛛丝马迹了吗？你说呢？哎，要有，那当然逃不过姑娘的眼睛，毕竟是宋大人的高徒嘛。哎，姑娘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这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这，哎，他发现什么了？师姑，刚才贫尼本该在天都峰静心念佛，可是贫尼佛心迟悟，一念之差才下了山，悔之晚矣。贫尼只有请求佛祖宽恕我的罪过。可宋某刚才在楼下听师姑那一声怒斥，振聋发聩呀。可宋某听着师姑好像是话中有话，弦外有音，才不得不来打搅师姑以求赐告。师姑刚才说那几位大人才是凶手，对吗？刚才楼下贫尼是让魔给撞了一下，一时失态出于无状，施主又何必当真呢？师姑的原话是你们才是凶手，师姑用了才是二字，弦外之音就是师姑虽然这么说，其实却知道他们三位并非是真正的凶手，昨夜真凶还另有其人，对吗？妙姑师父，你一定是看到了什么，你究竟是看到了什么呀？我看到了心中的佛。我无意打扰师姑的境界，可是事关两条人命，宋某身为大宋提刑官，不能不查明真相，让真凶伏法，以告慰逝者在天之灵啊。世间万物皆由缘起，有其因必有其果，逝者已逝，就算贫尼看到了什么也不会说的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贫尼乃出家之人，出家人不问世事，不记红尘恩怨，请施主就别再纠缠贫尼了。这刚才你们不是都听见了吗？宋提刑，那位女尼的话可是不能听信的。女尼的话不能听信，但是公公的话宋某总不能不信吧？刚才老夫是误会二位大人了，况且老夫也没说什么。不，公公刚才的话中啊，恰恰为宋某解开了一个难解之谜啊。什么？
你空使父，小僧在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让人在后脑上敲了一门杠，是什么时辰？初更刚过，也就是刚过子时。那么你醒过来的时候又是什么时辰？正好文报三更，就是寅时。好，根据这位小师傅所述，他是初更时被人打昏过去，直到三更苏醒时才发现自己被人捆住手脚，嘴里塞着烂布，被关在那间小柴房里。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，这位小师傅一无仇人，二无怨者，这僧侣客栈也绝非是梁上君子有幸光顾的地方。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用门杠敲他的脑袋？这答案呢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有人昨夜要在此地干一件非干不可的大事，而这件事显然不能有目击旁人，包括这座僧侣客栈的主人一空小师傅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钝器在他的脑袋上敲那么一下，而门杠也算得上是比较趁手的家伙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小师傅被打昏是在初更时分，而他们要干的这件事，也就是谋杀己亡的案发时间，却已经是鼓响三更之后，中间隔了整整两个时辰，他们为何迟迟不动手呢？而这两个多时辰之间，这座僧侣客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才是宋某百思不得其解之谜呀。然而刚才何公公忍不住激怒而失口道出一番真言，恰好为宋某解开了这个谜团。他们之所以足足等了两个半时辰，是因为女二位大人不期而至，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而且两位大人显然也不知道，除了他们还有更多的人在黑夜中焦急地等待着时机，所以二位在己亡房里一待就是两个时辰，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确定无误的一点。因为何故一直在窗外为二位数着尸骨呢？何公公啊，这可是您自己到过的天际，想必不会有什么出入吧？宋提醒，你该不会怀疑是老夫杀了看比昌和纪王爷吧？依公公看，老夫一介阉人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会连杀两个？所以何公公才需要找个帮手不可。其实二位啊，也是一个伤一个残，要说二位就是有人找来做杀人的帮手，这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寒碜。然而二位却又是昨夜行动最合适不过的人选。宋某敢毫不夸张地说，二位至少有两大优势。其一，这位曹墨大人虽然是独臂伤残，却是一位知恩图报之人，为了报恩他什么事都愿意干。至于这位连御史台文吏都尚嫌不足的邹少卿们，更是条求官心切而愿意铤而走险的好汉。二位有着超乎寻常的冒险精神，所谓勇者必胜啊。其二，二位虽然都是读书之人，杀人越货并不是二位所长，可世上有些事啊，往往总是有悖常理，出人意料啊。早在十几天前，二位同科进士就已经在湖州城郊联手谋杀过一条人命，尽管那件事做得并不专业，更算不上完美，因为你们杀错了人。可毕竟已经牛刀小试，积累了经验，昨
爷再度联手，想必是心更细，胆更大，意更高，刀更快，绝无再次失手之力吧。何公公在最需要找到帮手的时候，这么两位有着天大优势的人如期而至，想必你一定说过四个字：天助我也。这只是宋某猜猜而已，公公是否说过这四个字无关本案。好，天意人谋，天人合一呀、啊！诸位精心策划的一场好戏也就拉开了帷幕。做本该起更就熄灯灭火关大门的僧侣客栈，昨夜却因为一位俗家住客的迟迟不归，而是本来都是先关门再熄灯的一空小师傅，不得不先熄灭灯火，所以当寺院内灯火熄灭之后，大门却并没有插上门杠。这就给预谋昨夜来寺院干一件大事的人留下了一个可钻的空子。一空师傅当时也听到了这一声门响，以为那是风吹的，可有如这么一扇厚重的寺院大门，除非狂风暴雨之下细雨润物的秋夜，那是绝不可能被风吹动的。正因为你的判断失误，才让你的后脑勺挨了那一门杠。宋某不能说是你大意啊，因为在你的眼里，这是座僧侣客栈，佛门禁地，所以你不会想到罪恶之手有时也会伸进你这佛门禁地呀。之客始料不及，多亏了寺院熄灯后的黑暗，才不至于暴露了行程。而据妙姑所言，她当时是下楼上了趟茅房，回来时发现寺门开着，她叫了几声一空小师傅，却不见回音，以为小师傅是忘了关门睡着了，她就好心想去把门关上。诸位啊，此时要是妙姑师傅关上了门，插上了门杠，就回自己的房间了，昨夜的故事也许就会是另一种演绎了。巧就巧在妙姑师傅关上了门却没有插上门杠，不是因为他手上沾上了什么黏糊糊的东西，而是因为他认出了一个人，就是站在二楼为他照着灯的昭明大师。他认出了这位站在楼上为他打着灯的大师，正是20年没有音讯的纪王。有什么不妥吗？没什么没什么，我这就好。这不可能，这一点
当然是宋某的猜测。但是，如果此前妙姑并没有和济王照过面，而案发后妙姑就已经知道昭明大师就是济王，那么这一次照面便是他认出济王的唯一机会。好，此话咱们暂且不说，按时间推算，二位大人应该正是这个时候赶到寺院的吧，而且正是借着大门卫官的方便直接进了寺院。老夫昨晚的所作所为已经说清楚了，没什么可说的啦。也是啊，二位昨夜已经在济王面前做了两个时辰的说客，想必早已经是口干舌燥了，那就请二位先歇着。正因为二位大人在济王的客房里待了整整的两个时辰，让隐藏在黑暗之中等待的三位是焦急万分呐、所以呀、三更时分，等杜吕二位大人终于离开济王客房之后，三位就马上开始了行动。这一次，诸位的行动又出现了一个意外，二楼的楼道上也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，又有人向济王的客房走来。没错，来的正是妙姑。妙姑刚才认出了济王，却因两位大人的到来而使他没有机会相认。和三位一样，他也是一直等到两位客人离去了，才敢去为二十多年前所受的辱骂讨回一声道歉。可没想到啊，正在妙姑鼓起勇气准备敲门的时候，正在此时，看壁昌突然回来了，诸位的行动又一次被迫中断。而看壁昌一进济王的房间就迟迟不见出来，如果再等下去恐怕会节外生枝，所以三位就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定，不仅要谋杀济王，也要让看壁昌做个陪葬。于是到了三更过半四更将近的时候，你们又开始行动了。宋提刑，我邹某对你一向非常敬佩，这回你错了，你将功亏一篑。少奇兄，少奇兄，别拦我！到了这步田地，我还有何顾忌？实话跟你说吧，宋大人，你前面说的分毫不差。昨夜我们来了，就是来者不善，就是想杀人。我邹少卿一生就想做一件大事，我想出人头地哟，我。可是你把结果说错了，那人不是我们杀的，是上天不开眼，不给我们下手的机会，你知道吗？杜少卿，你疯了？我没疯，我是完了。何公公，曹大人，二位要再不让他一吐为快，然后痛痛快快大哭一场，人可真是要憋疯了。昨夜的真凶是谁暂且不论，可邹少卿终于道出了你们昨夜来到这座僧侣客栈的真实目的，宋某震惊不已呀、为什么？究竟是谁非要置这么一位佛门大师于死地而后快呢？说，你说，这
究竟是为什么？宋大人，孟公公，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也算是国运天幸，也是最好的结果了。什么才是最好的结果？是因为纪王被害了吗？纪王已经是个出家之人，佛门大师，你们一个个为什么就如此的容不下他呢？你们或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言语相逼，或是以刺客的行径欲行谋杀，其实都是为了保全你们自身的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。宋某在此对天发誓，不查明真凶，告慰纪王在天之灵，宋某誓不为人。哎呀，宋提刑，宋提刑，昨夜来此各色人等，虽然目的不尽相同，但毕竟都不是真凶。再说我等手上也没有沾血。公公的手真的就这么干净吗？真是我心中的佛呀。师姑。大人。当时这檄文正是垫在这张所谓的废纸上书写而成的，可是这个推断尚有一个疑点。什么？如果被烧去的真是天子檄文，那么丑时三刻敲开文房四宝殿门的人必是看笔昌无疑。可是如此重要的檄文，看笔昌为什么不自己买了纸回来书写，非要等到让那个文房四宝店的店主替他代写，然后又杀了他呢？有一点你不知道，这个看笔昌虽然出身在鸿儒之家，却从小厌学好斗，不善舞文弄墨。他不善舞文弄墨，纪王能写啊？这一点你我刚才在楼下柴房已经有答案了，请留步师傅。师姑啊，您可是昨夜距离血案现场最近，也是唯一的证人，有些事宋某不得不请教。对不起，出家之人不问俗事，凭你什么也不会说的。你不会说就听我说。哦，对不起师姑，宋某心里急才多谢。据一空说，纪王和看笔昌是在昨日午时才住进这家僧侣客栈的，下午纪王就独自离开寺院，看笔昌知道后快马去追，欲意半途劫回纪王。纪王果然去请求与圣上见面，却被古简二院主事告知圣上龙体欠安而未能如愿。另据一空师父说，他听到看笔昌深夜回寺时对纪王问出的第一句话是：我刚才看见两个朝中的高官走了出去，想必是你翘首等待的皇家特使吧。这句话说明了什么？说明当晚纪王确实是在等待圣上的召见。
更说明纪王下山是为了与圣上和好相见的善意，已经被看别昌看破。如果让纪王和圣上和好相见，就意味着他18年的苦守无果而终啊。而当时纪王并没有正面回答看别昌所问的问题，而是反问了一句：别昌，你找到你要找的东西了吗？这一问表明了看别昌深夜而归的原因，那就是去找他要找的东西，就是那份遗诏。对，接下来是这么说的：我要说遗诏就在我的手中，你会说什么？我会说那不过是一张废纸。别昌，我就知道你会诓我。你看这一张纸不是废纸，也一样，我正要向圣上禀报。李昌，今天天不早了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不，明天就晚了。看李昌当晚一定是去见了武德要那份遗诏，而武德视遗诏为无价之宝，护身之符，绝不会将它交给看李昌。看李昌知道纪王已经将面圣的奏请传进了宫里，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，无奈之下只能破釜沉舟，张贴这份所谓的天子檄文。可他明明知道没有纪王的首肯，他不可能成功的。他本来就没指望什么成功啊。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报仇。在看别昌心中，20年前要不是赵弘篡位，继承皇位就应该是太子赵鞅，而他看家也就能成为大宋的第一戎族。然而一场篡谋改变了一切，太子被废，祸及看家而被迫隐居深山，当今圣上就成了他心中永远的仇敌。而天目山18年的苦苦等待终于有了机会，纪王却身陷佛门无意复出，其父为死谏纪王而服毒自毙，纪王又成了他的杀父仇人。一个人的心灵啊，若是被仇恨笼罩，就必然会铤而走险。其实他张贴天子檄文并不指望成功，而是要拼一个鱼死网破，既要让当今圣上军威扫地，以解篡谋之恨，又可使纪王的帝宗暴露，借朝廷之手来诛杀纪王，以报杀父之仇。心悟成佛，心迷成魔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我们佛祖留给众生的教诲。一个人的心可以使人成佛，也能使人成魔。一旦成魔，就会迷途难返，就应该下地狱。应该下地狱的是他呀。哎，公公，哎，干什么去啊？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不还得回宫侍候圣上呢？那不行，等大人断完案方可离开。公公请。妙姑师父，宋某还有一事请教。聘你已经说过不问俗事，只问一句话。案发之前，昭明大师和看比昌是否发生过一场争执？是，他们。不，这不可能啊。怎么了，大人？师姑，您接着往下说呀。嗯？大人，你怎么了？英姑啊，我一直是不愿意这么推测，可现在看来，事实正如我不愿想的那样。
哪样？我们已经验证，纪王是中剧毒而死，而现场却并没有发现任何下毒的迹象。而看笔昌当时是处在这张茶桌的客位，被人从这主位上刺中胸口后，借着余力逃出了客房，到门外毙命，而尸体坠落在大院，对不对？正是这样。可现在无论从时间、迹象和妙姑的神色，无不表明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案发时这房里除了看毕昌只有纪王。